Oh.救生衣拿过来，救生衣！啊，满足了，又来了。哎，这连拔了喂！哎，我靠！嗯，我靠！完了！啊！啊！我靠！ 这个太猛了！哎，哇！完了喂！完了！要切！完了！完了喂！我靠！哇！哇！嗯嗯嗯！哇！ 我靠！哇！哎！哇！哇！哇！这个不大容易搞上来了嘞！啊！你看，还在发力！完了！哇！完了！哇！再切！ 这个太猛了，这真是如此巨物了。这个，哎，你看，我靠，哇，嗯，还要来，还要来，啊，哇，这蟹吃得下是不是？啊，我靠，哎呀，哇靠，哇靠，哇靠，哇，我靠，啊，呀，哇，快快，哇！ 哦，啊，嗯，这个太猛了吧，啊，哎，这么猛的，真的是，把它救过来，我跟你讲，哦，啊，哦，看看看看，哎呀，我转过来去，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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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这太坎了，不好打，不好打，不好打，这鱼切不掉了吗？啊，大力，哎呀呀，谢谢你们，这条，这条疯了，这条疯了，这条，以后可能上百家都有可能，啊，这个刚刚那个40，比我那条都大，刚刚40只就上来了，你看。 还在喊，哦，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现在。来了，要钱，你看。太猛了，太猛了！哇，这下应该我没问题了吧？啊！
这样应该没问题了。哎呀，我靠，那里，我靠，这什么？好大的鲤鱼！我不是鲤鱼，这个是什么宝贝都不知道了。哎呀，妖怪啊，真的是妖怪！我靠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怎么脸上怎么长这样的？黄色的、红色的？啊？怎么有这样的鱼的？不去执行了，这里将近一个月了。哎，所以说坚守一定要坚守，付出就会有收获。哇，到完了。哎呀，这真正儿八经的美人鱼了，这个是。哇靠，这个就大喽，这个真的是大嘞。给我把起来，给我憋屈，给我憋屈。等一下，笨手了都没有了，我也要拍照了嘞。大家都要拍照的，要合影的。这个肚子，这个肚子比我，哇，这个可能是今年的首钢联用的镜头。真是大了，我放下去了。慢点，慢点。哇，哎，怎么样？我靠，我靠，这个就太夸张了，哎。太夸张了！你看看这个尾巴，你看看，啊，这个是尾巴。我靠，做梦都没想到会钓到这种鱼啊！而且这么大的鲢鱼，借此鱼啊，祝全国的朋友鸿运连连，鸿运当头，红红火火。这种鱼，这辈子都不一定碰得到。哎呀，不好意思了，让你痛了一下。来吧，走吧。哇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哇哇，走吧，我还有点舍不得嘞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哇靠，哇，哎呀，累死了，坐一下坐一下，能碰到这样的鱼，此生不留遗憾了，这辈子不一定碰到这种鱼了，哎，再接再厉啊。